超高级的厕所，可以自己泡温泉。我应该可以在这边运动哎。这是我看过最丰富的早餐，还有冬粉哎。华越的驻唱哎，一个晚上块台币。收走了，待了几天呢 ？Oh my god！ 不行，下等一下，七七妈要来了。好。来吗 ？Oh my god！ 好大哦！五星级的味道是五星级的味道，什么？它的那个点心棒有能量棒。哇，它可以吃的。我要吃，我要先吃。等一下，给他换了一个。有点走样的丑女嘛，谢谢韩木。等一下，我的名字写错了。哎，各位朋友，今天呢，我们入住了一个五星级饭店——娇西韩木行馆。我们一个一个 part 看啊，来，超强 go， king size 的床，舒服吗？我刚大概量过了，大概可以睡五个人。好好，我今晚再叫五个人来。Five guys。这就是五星，五星级的床，然后这里有一个客厅，有点日式感，对不对？这里可以看这个大电视，而且还有 Switch， 我们有点口罩可以丢掉吗？哦，还有 Just Dance 哎 ，Oh my god， 可以在这边运动哎 ，Oh my god， 很大空间可以 dance， 真的哎，哦，这是什么？该不会是该不会是智能镜子吧？你有拍过那个？我知道，所以可以真的可以在这边运动哎。有一个小bar，然后他讲冰箱的点心是可以吃的，全部都吃光了。我们来看这个什么？可能会大火鸡耶。哦，这个我喜欢耶，这是醋。还有这种高级的这个气泡水耶。那这里有一堆咖啡，哦，你会喜欢吗？不喝咖啡，我不喝。空的，可以自己放点。哦，还有热水壶，好多水可以喝。来看阳台吧，一人。其实风景还不错哎，我有一条小溪流，小溪，该不会是温泉吧？我们可以泡野溪耶。怎样？不好意思，这边是禁止吸烟哦。Sorry、在做什么？吸吧。有一个酒店味，这边我很喜欢。仿佛有一种温泉味。不知道我们的房间可以泡温泉？好，哪里先？先这里好了，这是一个。这是什么？这边是放行李的哦。这边有两个可以放行李的地方哎。我都没有带行李出来，怎么办？可惜了。好可惜，我们只带了一个包包出来。我先来这里，我看偷看那边好大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灵异事件，噔噔噔噔。欢迎光，不行，你要拍他。哦，不是。欢迎光临，超高级的厕所，这里的东西都很跳高。好，我觉得重头戏在那边。Go。首先会来到一个更衣室。我们可以同时洗手哦，这很棒哎，这样子，这个代表它是四星级以上。以上，哎呦，完全拍得到哎，好好笑，我看你嘴巴来，嘎，好。所以重头是在这里。Oh my god！ 我感觉它就是直接可以泡温泉的嘞。泡汤是哎，温泉水高温哎，可以在这里泡温泉。天哪！天哪！我最喜欢就是泡汤的时候被这样窥视了，棒哦！然后旁边就是出来的，就可以在那边洗洗身体啊，干嘛的？感觉好料哎！它很日式哎，整个你看连这个也是这样子，嗯哼。而且今天我们入住这里之外，是他们还有送我们等一下的晚餐，还有晚上他们有一个，他们有一些活动可以去小酌。很大哎，这边我觉得我们两个人之间有点好奢侈哦，为什么不叫多一点人来？嘿嘿，很像小朋友哎，你们一样颜色哎，没有，你也太会利用这边的设施了吧？这个是男人的工作，哇，不错哎，因为他可以听 radio 哦，所以像我爸他也可以来，啊，他这一幅是一幅艺术作品哎，这个墙吧，对，这个墙，这是一个作品，他讲不要碰哎，可是有时候我会喜欢碰我的床头哎，真的不能碰，好吧？我们其实来一趟，就是来一个轻旅行，来两天一夜。然后其实我们现在是才刚到这边，然后已经是5:30了，所以我们今天的行程其实就会在这个酒店里面过啦。这是我们住的酒店，然后对面呢，其实也是他们的。我们要走到对面这一栋去吃晚餐。感觉上好像娱乐设备都在这边。你知道我们今天要吃什么菜吗？不知道。我们今天要吃四川菜。哦，我觉得你可以先去叫麦当劳了。好啊。这里超漂亮的，
超艺术的。嗯，我已经有先帮你们点一些餐点菜色。嗯，那这边有庆典果汁或是饮料，你可以看一下。这是超酷，好像那个上汽的房。很喜欢这边呢，就是它的设计，它的墙壁，它用的这种材质，这个木头，应该是很日式的酒店。打开哦，第一次打开这个壶，对。啊！我第一次吃司机都用饱了。哇靠！这样子。嗯，好好喝啊！你知道我们马来西亚叫这种包起来的东西？春卷。春卷对我们来讲是那个里面的鸡卷，这个我们会叫薄饼，薄饼可能是外面那一层是薄薄的一层饼，嗯，蛮重口味的，我喜欢。哇，你们还有冬粉呢。这个是可以让我们吃吗？对，吃得饱。真的假的？你们知道什么叫吃得饱吗？就是吃到你饱为止。哎，不错，还有这个万圣节的。好赞。哎，而且还有你爱的东西。喜欢这种蒸肉卷，然后还有这个是皮纳库达。这水果叫什么 ？Cocktail 的。我第一次看到酒店里面是有就是华乐的驻唱，哎，酷！耶，开心！很期待这一场，它就是可以扔拿的一个。可是为什么没有人呢？今天是我们包场吗？文化法帅老哦。杯招待饮料，我已经说我不喝了，所以应该算是拒绝了。对对对，以为是没有哦，就算了，结果是来一个无酒精饮料。嗯，哦，杏仁啊，是杏仁味，你最爱的杏仁。我是椰奶。超想在楼下泡螺汤，我就一个人霸占这个浴缸。爽呜、哦！我先 enjoy 啦，拜拜。太多赞了。还有嘞。好了，就这样。Good morning， 依兰。哎，给大家看一下早上的房间长这样。我觉得早上的光线更漂亮哎。其实我们哎有点乱，其实我们准备 check out 了啦。那个不好意思啊，我就把可以带的饮料都带回家哦，非常的安静。对客家人精神，其实我们刚才已经去吃了早餐，是我们吃过最丰盛的 buffet， 西式的也有，中式的也有，日式的也有，很丰富啊早餐。那它中式也有分很多，有卤肉饭啊，真的很多，我觉得可以吃回本哎。还有玉米粥、白金是粥的配菜，哦，吃不完哎，人家每一个都想吃。疯掉了！我发现这边很多 cheese 可以选。算了，我最爱的香料，这个有很多。这是我看过最丰富的早餐。那我就知道还有蛋糕区。Oh my god！ 每个都要。脑子，饼干。然后，哎，这里都是温泉吧？它是三个不一样温度的温泉，这是406度，这是319度。我那边还有个瀑布。所以，其实这一次我。
我们来宜兰是在百忙中抽空来的，就是有一个小小的放松时间，所以其实我们等下就要回台北，也没有在宜兰其他地方玩了。所以，但是这一次只是在一个饭店里面，其实就蛮享受了的。最舍不得就是这张床，晚上我们睡得非常的舒服。Alright， 那么呢？如果这掉下来我会死哎。这个饭店叫娇西韩木，这间房叫做望月阁，是我选的这个房型。我看照片觉得它很漂亮，而且住起来真的非常舒服，一个晚上很像是20000多块台币呀，有点贵贵的，可是又有一次小小的出国的感觉。好啦，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，学童话在这边，拜拜。